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，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突破口，大力开展招商引资，强势推进跨越赶超。快了快了快了，大概还有两三个领导，别着急别着急，我等着你啊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，目前我市还有一批重大项目。哎，味道不够啊，再加点。哎呀，那你要蒸菜啊，把那个蒸柜打开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都讲了很多遍了嘛。云姐，马上就要到12:30喽。差不多了，再等等吧。那我赶紧准备一下吧。嗯。来来来，准备了。哎，把那个蒸柜给打开了。善德市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古城，这里既有流转千年的码头，又有沧桑百年的老街。码头和老街跃进了这座老城的沧桑和风华。为此啊，我提三点要求。快递给领导。哎，好。其实三点要求可以归纳成一句话：建好老街，不负时代。阿坤呐！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开动吧，开动吧。好，来，所有人干活，走也走也，换六套，换六套。哎，罗密来，发迹啊！哎哎。你好，你好，今天好彩有你，谢谢，急中生智帮我解围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啊，那你就更得来照顾我们生意了，啊，一定啊，一定啊，好，里边请，好，哎，孙秘书长，小方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欢迎光临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省里的鱼，哦，王司长陪他去白云山去了，那边有个高档会所，是他藏居的地方。那今天晚上的规格呢？不能变啊，这些人都得伺候好了，以后都是咱们的财神爷，一个人都得罪不起的。哎，严局长，哎呦，有一点急事，我已经跟邹局长说过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严局长，严局长，我爸这个电话打得好呀，把我从电竞宴上拉了回来。雷整整十天没回家的哦，我们俩不放心的啦。这段时间忙着招商引资，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。打电话行吗？只听得到声音，见不到人呐。现在的微信可以打视频电话，回头我教教你俩。局里还有一大摊子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这才多长时间就要走？你这是回来看望孤寡老人啊？一个月也见不着几回，跟我们吃顿饭就这么难？跟你们什么时候不能吃饭？好好看看今天的报纸。爸，主要是这阵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今天是我和你爸爸结婚纪念日。